现实啊，讲的对吧？就是上一场的这个晋级选手，来自东莞的一哥林奎成，葡萄牙对阵我们上海的知名选手巩毅，法国队。巩毅选手也是在我们上海范围的赛事中啊，经常取得骄人的战绩。哎呦，这个球，林桂成这边打的是直接的一个大刀阔斧啊，这个一上来的一个身后，给到 C 罗是一蹴而就啊，开场才两分钟啊，就先下一城，葡萄牙暂时一分领先法国。啊，这个套路在我们上海我们叫好学生。五号机奋扬无防成功，五号奋扬。无防成功。看看，巩毅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啊，是如何的顶住压力，来对应场上的这个形势的。巩毅选手也是多次啊入选了这个与天津泰达这个对抗的这个上海代表队啊，也是去过天津打客场，也是在这个上海迎战天津打主场。这边谢谢宾礼兄弟啊送的鱼丸和赞，非常感谢。对，那个 Pokemon 的，今天是个人赛啊，明天团体赛。我刚才在看这个聊天室的这个语聊啊，所以没有看到这个屏幕。这边是巩毅选手扳回一城啊，法国队扳回一城，在比赛进行到十五分钟左右，这样的话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漂亮！哎呦，门将出击！哎呀，虽然门将及时出击，破坏了这个球，没有越位，进球有效。但是 C 罗的反应神速啊，抢到了第二点，补射入网。葡萄牙又扩大了，再一次扩大比分啊，2-1暂时领先。法国是那个呀，法国是小哥呀。巩毅选手小狗，果然是东莞一哥啊，真不是盖的。好的，进来啦，这个球往门堆里传。其实，在倒三角的位置是有队员接应的，但是没有选择传给他。哎，这个球拉格泽特漂亮！这个球拉格泽特这个抢的反抢的是相当的果断啊！一个反抢之后，把整条后防线都给突围掉了。直接是单刀面对门将，拉格泽特肯定是不会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法国队扳平比分，又一次扳平比分，2-2。比赛进行到30分钟左右啊，就已经有4粒进球了，可见两位选手的这个攻击力啊，是多么的强。
感觉双方都是在拼刺刀啊，你捅我一刀，我看你一剑。哎呀，又来，哎，门杠啊！哎呀，险些啊，法国队险些啊，又被洞穿一球。好在这个立柱啊帮了大忙。好，丹门迪前场三打三，中路有人包抄到位了，还是门迪，好的一个变向，怎么处理啊？想找格里兹曼来个套路啊，但是球没有传到格里兹曼的脚下，被防守员破坏掉了。进来了，格里兹曼。哎呦！哎呦，博格巴的一个接球不停，直接射门啊！球是插着这个立柱啊，偏了出去。大脚找 C 罗，第一点法国队顶出。好的，裁判吹响了半场结束的哨声。下半场双方一地再战，法国队这边是蓝色球衣由左往右攻，而葡萄牙这边是红色球衣由右往左攻。目前是法国队球分到边路了，姆巴佩中路三名队员包抄。近点拉卡泽特没有顶到，还有啊，这个是在拍我吧？不然呢？门迪单挑那个马丁斯，哎呀，抢是抢下来，但是犯了个错误啊，又传回传给了马丁斯，等于白抢。目前双方的这个比赛进行的非常的焦灼啊，双方的比分也是交替的啊。交替的变换啊，最终是定格在到目前为止定格在一个2-2。比赛进行到60分钟左右，应该说双方的一个互相试探的阶段也结束了，大家都是对对方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说这个防守方面都是做得非常的有针对性，这样的话进球就不再那么的容易了。方特这个球失误了啊，直接一个汤球过大带出了边线，法国队的边线球。好的，一脚出球传了进来，拉克泽特看看怎么处理，分边再塞啊，姆巴佩的卸球没有卸好啊，直接是撞到了防守队员身上，把球给丢了。好在球权还在本方脚下啊，法国队这边的这个进攻节奏是打得越来越快，可以用这个神速啊来行，基本上就是一脚就过中场。小白兔呀，就是一个有个，你有人讲过呀？
卡住。找那个就是直 C， 那个就是没有起跳，估计起跳应该也真顶不过这个方特吧，因为身高差距太大。很有耐性啊，七十分钟左右是该控制一下节奏啊，毕竟有两个客场进球在手。小兵手少买一杯，再帮买。边线球直进来，漂亮！吉鲁进来了，叫吊门。哎呦，这个吊门有点太急了，因为守门员还没出来呢。就是吊门的时机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你在吊门之前，你一定要看守门员，他如果有一个前冲的这么一个姿势启动了，你就可以吊了，因为他只有前冲的时候，他才会下地扑，你这个吊门才会正好是越过他的人，知道吧？如果他站在原地他不前冲的话，他其实是不会下地扑的，所以你的这个吊门的高度吧，他是可以跳起来啊，或者手举起来给破坏掉，就像刚才那样啊，所以这个吊门是需要一个时机的把握啊，如果把握好时机的话，这个进球概率的确是相当高的啊。错失了一次扩大比分的机会啊，有可能也是杀死比分的机会啊，可惜了。看这个球，哦 ，C 罗第一点没有顶到，还有，哎呀，这个席尔瓦的体力啊，体力殆尽啊，这个回追不到这个球了。看看双方还有什么人可以换上来呢？勒马上来了，法国队这边是勒马和拉卡泽特一个对位换人啊，看看葡萄牙这边换上了换上了格雷罗，换下了这个体力殆尽的伯纳德席尔瓦。好的，法国队这边也是换上了基鲁，这个意图相当明显啊，路人皆知了，他接下来会干什么？好的，战术第一步成功了，看看包抄到位了吗？有。加时一分钟啊。裁判吹响了全场结束的哨声，这样的话双方第一回合打成了2-2啊，握手言和，但是法国队这边是握有两球的这个客场进球的优势啊，带着这个优势他们将进行那个第二回合的较量。现在没有声音，是吗？是吗？